是聚少离多，好像有曲折才完美的。他的出现重新定义了你的生活，岁月如歌，没有太多为什么。这个颜色好像有一点太黄了，调一下，5000看看。为什么投出来跟我手机里面看的不一，跟我相机跟手机里面不一样？起承转合才让故事更深刻，想说的没完成的在心里孤立着，我还能想念就不是。4900不好看，5000好像好一点。让那些旧而不动，随着时间散落，淡化了。嗯，这个颜色应该还可以吧，就这样吧。你总说世界太小了，重复着单调的生活，我以为是你的幽默，也没想过考虑的太多。房间的灯都熄灭了，我眼神老是虚焦。等等啊，我调一个那个什么那个颜色，画面颜色。为什么我感觉我这里面电脑里面看着颜色跟我手机里面颜色不一样啊？也许有个人代替我陪你看潮汐。哦，我开了个那个什么，我说嘛，我开了一个那个叫啥护眼模式。买了个眼镜，我觉得我想把它退掉，我觉得不好看这个眼镜，我把它退掉。你们觉得好看吗？的难过大概的情节多深刻。我觉得有，就是它这个地方太粗了，而且我的眼睛眼距本来就很近，然后它一戴上的话，前面这儿个垫儿就跟我的眼头离得特别近，离得很近很近。难看吗？不难看我就不退了，也不贵，平光镜。相信入了梦里，也许有个人代替我陪你看朝夕。可爱让我始终都紧绷着的神经。你们都不说话，我可是看得到后台有很多人的，都不
不说话，我自言自语问了半天，我是戴这个眼镜好看吗？又要开启我整场的就是那种独白模式，个人脱口秀演出。哎，我看一下这个颜色好像有一点那个什么，四千八，我看一眼，我得从那个手机里看。任何地方待在你身旁，4500，但没什么区别啊。我看5300，你就像天使一样出现，请你满足我一切幻想。我这是有延迟。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哪个好看来着？我自己都恍惚了。啥录播啊，直播啊，还是5300好看。我感觉这个4500太白嫩了，我不太喜欢白嫩的这种皮肤，我喜欢那种就是偏点那种质感的颜色，太白的话就太梦幻了。怎么会是录播呢？我都说了半天话录播啊，他们认理我。我说我买了个眼镜，看这个眼镜好看吗？他们不是说我买了一个方框的，买了一个这个，但我觉得这个不好看，我把它退掉。好看吗这个眼镜？好看的话我就留了，不好看我就把它退掉了。明天一下，你的眼睛像星星，它有点反光，平光镜就是反光。其实我感觉什么眼镜应该都反光，但我自己的不是录播。我靠，我什么时候放录播呢？现在，我现在回来就没放过，我就不放录播，大哥，放什么录播呀？不看我在那一句一句回话呢？录播你妹呀、啊、是我自己的眼镜，是我自己的镜，600度的近视角，妈戴上晕死了。因为我现在戴的隐形，黑化肥挥发会发黑。考我的普通话是吗？考我的普通话模式。我就问你这个眼镜好看吗？都没人理我，你帮我参谋一下。好哥哥，帮我参谋一下，好看吗？我戴眼镜，我肯定是为了打扮给你们看的呀。我自己的话，自己开心，但是除了自己开心，肯定让别人开心，我更开心。好看吗这眼镜？一戴还看不清我眼睛了，反光吧。对你一见钟情，就像化学的反应。哎呦，这个眼镜的问题这么难回答，能听见我说话就不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不问你们了，我直接退了。沙雕。从一个眼神，沙雕是开玩笑啊。一次叹息到变动了变瘦。欢迎孤寡老人。哎，你们听不见我说话吗？然后问我录播吗？我一直在回答，但不，你们不理我，是听不见我说话吗？啥情况啊？我自己能听见，我这么手机后台看着我自己直播呢，但是你们一直问我东西，我回答你们就不理我，什么情况？是我猜不透你
我刚开播你们就这么对我，听不见，刚开播就这么对我，是要送我下播吗？我不想整场整场脱口秀演出啊。我打扮了半天来这儿那个什么脱口秀演出了，你要是说我没话题咱就也就算了，我天天整场自己尴尬的在那一直说就没停过，基本上是卡不住卡不住。欢迎咸鱼啊，手抬高原地转个圈，烦恼都丢掉像幻灯片，让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自然跳起像冲着爱情的轮巴，一起跳到下一个晚宴，到星星布满天，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套现，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留下。Maybe we just slow down, anyone but you 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有病吧。我哎，就故意欺负我，就是每次上来就故意挖苦我一番，然后就溜灰溜溜走了。回来等晚上真人直播再回来，等我真人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成黑屏了。湖南有毒吧，欢迎湖南。噔噔噔噔，那个他一进来就说我说我在那个啥，说我是录播，他欺负我，故意上来挖苦。哎呀，阿狗，二狗子，他欺负我。欢迎九月不太甜。哎，老公，我今儿好看吗？这很久没穿这个，插出去，他已经自己出去了，他去吃饭了，插出去，插出去吃饭了。欢迎无名。哎，我这个卡子卡子老往下掉，我耳环丢了一只，我找不到了，就这么样吧，找不到了。哎，你说怎么可以摄像头拍人的时候可以拍到我的腿呢？我感觉它拍不到我的腿啊，我已经把它调了一下还是不行，就是那些人摄像头怎么摆的可以拍到腿，我就只能拍到我的腰，腰的这个地方。啥歌呀？两个摄像头，不是，那有人单个摄像头就可以拍到。听个别的歌，这啥歌呀？都是，这都是什么歌呀？自己在那放，我不喜欢，好吵呀。旧单车老情歌里唱到，只是因为多看了你一眼，有时你会感慨，或许这就是曾经一厢情愿和两情相悦的曲。求佛半城烟沙，许嵩的歌。你吃饭了吗，湖南？做出来的不是在桌子前，是在这儿吗？这样播嘛，完了我又虚焦了，他又识别不上我人像了，我不知道怎么改这个，就是他老是虚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要坐远一点吧，坐远一点，我把麦克风放这儿嘛，
刚你坐这样吗？这样播吗？就这么远播吗？不是吧？这得视力有多好啊？就这么远播，把这个这么远坐在这儿播。主要是啥？我后面没有补光，没有那种补身体的灯，我只有前面的灯。那行，我完了研究一下，能拍个全身。人的画面，我瞧一眼。往后呢就有点暗了，光没有补光灯着，我不想开那么多灯，想省个电。爱恩恩一个俗，我瞧瞧，黑吗？黑，一往后就黑了，不行，还是在前面。前面有补光灯，后面摸补光灯。对，屏幕键盘。阳山美林池下，我看看，欢迎听课本。姑姑多少白发，送走黑发。欢迎刘可想。飞轮下，许嵩有什么放什么好听的歌？我准备了一些，就是下个月的舰长福利的照片，今天弄了好几个。一个是古风的，一个是就是JK 版的兔女郎。JK 版的兔女郎。JK 版的兔女郎。但我不能给你看什么样子。属于那种皮，上面是皮衣，下面是 JK 裙的那种。就是弄了一个国风的。让你看看，那不就提前那个什么透露一些，提前透露一些是吧？我大概给你看一眼，就拿手机那么摆一下给你看一眼。我可以直播穿的，但是得里面穿个裹胸。能看到吗？看不清楚。这个样子。下面是渔网的，就是属于那种精神。天学家。精神食粮，这是属于和，但是光有精神食粮不行，还得来一点点咱们那个就是国运的。另一个没有太性感，另一个就比较仙气，有点像敦煌的那种。燕山。不要听这个歌，有别的歌吗？你可能听这个，我觉得燕归巢会更好听一点。我家狗的那个毛呀已经掉秃了，然后今天去那个宠物医院给他把那个毛全剃了，然后按时抹药，然后给他预缴了一下那个嘎绝育的那个费用，就他也要面临绝育了。两条狗都，但绝育你们说对狗好吗？就但是我的朋友都跟我说，还有我妈妈都跟我说绝育是比较好的，但是我其实是想让他生个小狗狗，跟别人生一个。心跳跳，我要趁他现在发情没有那么厉害，就是浅浅的，有的时候，会那个什么，就把他弄了。
要不然呢等他发情的时候，不是发情不可怕，他发情的时候他会在家里面乱尿，狗的那个尿它是会有腐蚀性的。我得久一点啊、哦、前面那个就那个团团，他就是哎把那个屋子尿的整个那个东西都就那个板子都烂掉了，就那个木头都尿的全哪儿都是，画板垃圾桶旁边只要是有地儿他全给你尿上。但是一绝育完了以后就不尿了。欢迎 MS。嗯，还办的狗证，还办的狗证，一张100块钱，然后还我妈妈刚办完就丢了，把其中一只狗的丢了，然后还得补办吧。你这一天呢？想回荡，回荡思念的。哎，你喜香香了？你是今天都已经下班了？你都已经在宿舍了？云水边静沐鸳鸯，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那你今天下可够早的呀，今儿几点下的？苍老的山，欢迎泪能不能想啊，看着你和我相逢时会沉默，还是会诉尽衷肠。唐板板如此美丽，因为我化妆了。我化妆了，其实我刚才开播前我不想化妆的，我就今天想素着播，然后我又一想既然直播的话就打扮打扮吧，因为昨天晚上我就素颜播的，今天再素颜播就有点不太那个认真了。嗯，等那个什么时候再说。欢迎云逸，5点半自己煮了面条，我还没吃饭呢。我带劲儿的一餐广，但是我感觉就是像粤菜那边都甜的菜比较多一些吧，这个好看啊，就是甜的菜会很多一些。鱼翼应该下班了，他每次一到这个点就过来了。人家湖南的特色也算有个吃的叫什么周大厨还是什么厨，费大厨，对，费大厨。然后他那个辣椒炒肉就很好吃，可以拌饭的那种。哦，你看你就说对了，对，就是那个辣椒炒肉，有幸吃过。我一般在这边吃的是煎，就是青椒炒肉吧，你这样就戒不掉，而挺贵的，在那边吃的，但它量给的多。哦，你在湖南待了3年，你在广东，我知道累在广东的。我的脸上，这个歌好老呀，好老呀，好老呀，求佛了。带大家听听老歌。湖南餐馆子里面锅子都是辣，嗯，怎么说呢？我不是也去湖南了吗？然后我的那个，就是屁屁就很痛，就是吃完了上面辣，下面也辣的那种，两头辣，真的辣。就是那种火辣辣的，你上完厕所之后还有那种鱼感。谢谢陈哥，谢谢陈哥，这陈哥的告白花束，喝了他有神经的那一辆。但是我觉得我吃的在那边吃的，觉得他那个叫啥来着，臭豆腐是真的很好吃。我买了2份，就是我吃完了以后我快走了，我说的不行，我要再买一份，我就又买了一份。没感动上天，然后在三亚又买了一个臭豆腐，他那个臭豆腐就可能做法不一样吧，它是那种汤捞汁的那种臭豆腐，里面放的什么酸豆角，但凑合吃也还能吃，但比不上就是那种炸的油炸的那种的好吃。噔噔噔噔噔噔噔，秋天不回来，你们听过没？秋天不回来，我感觉这个歌也挺好听，老歌都是老歌。王强，但这个老是掉。
老调。我妈妈今天回老家了，然后我让她帮我带的那个锅盔，锅盔就是红糖锅盔，是那种好像烙烤出来的，不是那个，也简称糖三角吧，但是它跟咱们就是像馒头发出来那种白色的那种糖三角不一样。然后买的什么豆腐干，还有那个有点叫凉粉一样，滴溜滴溜，就是它是跟凉粉有点像，但是它弄出来以后是拿漏勺弄出来那种水滴型的，可好吃了呢，老香了。其实我本来想让我妈带那个刀削面的，但是我妈说带过来坨了，你今天也不在我这，然后就带一些那种不会坨的食物。我真的好很久没有回我老家了，就自疫情前我也就没回，疫情的期间我也没回，然后现在也没回，就很想回去吃那边的好吃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尝一下，就是山西陕西的饭，然后四川的也挺好吃的，湖南的也还可以，然后三亚的话那边的水果比较好，三亚的是水果比较好。但我觉得吃他那边的那个有个叫什么甜海南的鸡，椰子鸡，我那个我可能吃的不正宗吧，我觉得又贵又不好吃，太甜甜的那个味儿，那边好像很少吃辣椒。你的你的脸，那湖南你应该吃过湖南的那个叫啥了，大香肠吧，就很长很长的那个大香肠，我没有吃那个，就我们一块玩的那个女儿，她跟我说就那个肠儿特别油，所以我没有吃。开花肠吧，应该就是滑的那种口，但是可以喝一下那个叫什么椰子奶，可以吃一下它那个椰子奶里面切出来的那个椰肉，那个很好吃，是透明的那种的，也不苦。秋天不回来，原唱是谁唱的呀？听过这个歌吗？这个是半吨兄弟唱的。欢迎风太。还要分开半吨兄弟。黑色的天独自彷徨，城市的老地方真的孤单，走过忧伤心碎还要逞强，想为你披件外衣，天亮要爱惜自己，没有人比我更贪你，告诉你在每个你们是现在都在吃饭吗？我哭得好累，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一直你又改名字了十七、啊、硬币，你有多少硬币？我感觉你已经改了四个名字了，就在这四天之间，四五天之间，四个还是三个名字？是十七吗？我身边，还有600个。你是天天签到吗？按说，就是除了投稿的话，就是签到能得硬币，还有怎么能得硬币？我现在有16个硬币。噔噔，我不是说下午睡一会儿吗？然后那个外面就是那个打电话，怎么老是只有这个广东的号老给我打电话？然后外面那个打雷，
咚一声，我知道我开的那个三面窗户全开着，把我吓醒了。没有人比我更疼你，告诉你在每个想你的夜里。谢谢雪碧。哎，快帮我看看这个眼睛好看，我今天问了好多人都没人回答我。谢谢雪碧的疯狂心，好看吗？这个眼镜我买的，要不好看我就想把它退掉。我问了好几个人都没人回答我，我都伤心了。那不反，那我往前一点，不反光这样好看吗？我把这个光稍微遮一下。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地点，求求老天淋湿我的双眼，冰冻我的心，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还回来我身边。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卡卡怎么老是掉呀，支不住它，好像那种无支柱的那个感觉。我还一直静静，你看他老是撇撇撇的，不能拔了，拔拉住。我以为我这个卡子丢了呢，然后翻出来了呗。我是放在首饰盒里了，因为它应该是这样记住的，但我没把它记住。我觉得敞开会好看一点，就显得比较就是松弛一些。敞开记住了以后就显得那个什么脖子上特别紧。项链是吧，我觉得敞开会好看一点，显得这个地方没那么宽。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好看，就自己舒服来吧。如果时间忘记了转，忘了带走什么，你会不会直停在说爱。耳机线被扣进去了是啥意思？哦哦，这个哦哦，有了一个我们。你说我雪碧，你已经吃完饭了是吧？看到暖，如果生命没有遗憾，没有波澜，你会不会？老听得有人在敲，楼上在敲东西吗？老听得咚咚咚。可能年少的心太柔软，经不起风，经不起浪。中国的汉字落笔成画，留下无见面的历史，让世界都承认中国的汉字一片一捺都是故事。青城向道光，四方天地锣鼓成草。哎呦，听不见了，是耳机的声音怎么？我没去。等等，我听。水水渺漫，瑰宝。哦，我声错掉了，我说嘛，怎么唱的这么难受？声正常，女生声七个调，我声了四个。就是唱的有气无力的，我没吃饭。我们中国的汉字落笔成画，留下五千年的历史，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撇一捺都是故事。前程向道光，四方天地锣鼓成仓。古人相信变恶良，八小窥忌魑魅魍魉。有霜如霜，火焰炎翳，水坠渺漫，瑰宝。
穷穷竭力航线一起句句都行醍醐灌顶面面挂蝶风为贵狼心嘎的犄角旮旯娉婷袅娜啼丝旁诺闹闹不休不浪不忧啊啊啊多结蝶蝎毛蝶饕餮鲮鱼鹦鱼鲫鱼鲫有恶无悬呼而不全其类恢恢亚杂解决赤发藏皮赤鞭赤鼻鳞此之鼻一张一夕好的我们中国的汉字落笔成画留下五千年的历史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撇一捺都是故事现在全世界各地到处有中国字黄皮肤的人骄傲的白头抬起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撇一捺一尝试是不是应该赶一下时间呀不应该这么早啊但是我下播早啊因为我晚上差不多十点我就下播了如果我再播的迟点八点播因为明天开八点播我就不七点播了感觉大家老这个时间点在吃饭面面挂蝶风为归年龙心嘎啦鸡叫嘎啦娉婷袅娜啼丝旁诺闹闹不休不浪不忧啊啊啊多结蝶蝎毛蝶饕餮鳞鱼鹦鱼鲫鱼鲫鱼有恶无悬呼而不全其类恢恢亚杂解决赤发藏皮赤鞭赤鼻鳞此之鼻一张一夕我们中国的汉字落笔成画留下五千年的历史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撇一捺都是故事现在全世界各地到处有中国字黄皮肤的人骄傲的白头抬起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撇一捺谱写成诗优美旋律自古尚绝之语众人皆说成之语与孤城语以后八点开播我改一下时间我写个公告不七点开播了掉了我说嘛怎么唱这么难受穿晚点播晚点播会那个什么正好大家刚吃完饭我也能吃个饭不然我每次都是没吃饭在这儿播有什么给你当爱偶我承认下一分钟能够感觉你那个主播公告晚上八点到十点半人你的心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你的微笑总是让我为你着迷你有一双深情的眼睛你有融化冰雪的魔力我、从来不敢奢求的我你的美丽总是让我躲不过去什么原因你的发香总挥之不去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我也拿个饭吃去饿知道我给不到你要的东西我、只能偷偷的想你只能偷偷看着你总是没勇气总是说不出我是真的爱上你
双深情的眼睛，你有融化冰雪的魔力，从来不敢奢求的我，你的美丽总是让我躲不过去。什么原因？你的发香总挥之不去，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哦哦哦哦哦哦哦，偷偷地爱上你，却不敢告诉你，因为我知道我给不到你要的东西。我只能偷偷的想你，只能偷偷看着你，总是没勇气，总是说不出我是真的爱上你。我把饭热了一下，我中午买的那个饭没吃。庆功酒，叫包烧米线，谁唱的呀？庆功酒，胡天宇吗？我举杯喝下这碗庆功酒，潇洒的坐上马背，向威虎山小路走。君子在此立誓，真诚绝不回头，直到弹尽粮绝，也绝不会轻易收手。我曾在你面前断言，这世间身怀绝技的人都值得被时刻关注。他们选择了别人不敢选择的路，怀揣着不同的目的，你我共同呼吸，却拥有不可一世的勇气，不会躲避，度过每一个昼夜的更替。我是单枪匹马的杨子荣，横刀向天下的谭嗣同，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拳头握紧在空中，向我冲动，思想空洞，整天心做着白日梦，情如风，坐如钟，所有人跟我一起偷一斤碗庆功酒，不服强在感觉伴奏好小呀，这个歌呢，就是人生，他的人生危难之际看我如何为你显身手，举杯偷一碗庆功酒，不服强再迈开大步向前迎风走。对，现场版的就是。真的，我是说怎么那么怪？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拿 QQ 音乐搜一下。白娘子也出来了。等会儿啊。千年等一回都出了，你感觉这个还可以，嗯，这个好一些，现场版的稍微感觉有点分离的那个感觉。翻唱自京剧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干洒热血写春秋，演唱人声来自于原京剧演员翟树洪本人老爷老人的实录，就这首歌，慢慢写的，这个听起来就是好听多了啊。我举杯喝下这碗庆功酒，潇洒的坐上马背，向威虎山小路走。君子在此立誓，真诚绝不回头，直到弹尽粮绝，也绝不会轻易收手。我曾在你面前断言，这世间身怀绝技的人都值得被时刻关注。他们选择了别人不敢选择的路，怀揣着不同的目的。你我共同呼吸，却拥有不可一世的勇气，不会躲避，度过每一个昼夜的更替。这世界没你想的那么完美，被天降的大人压住也没机会还嘴，但他未曾让我。
害怕，熬过了阴险狡诈，也看破了种种。其实现场很多都是除了自己原有的歌曲熟练度之上，那就是升华部分，那就是即兴发挥。欢迎新迷称啊，这一点调有点像那个王力宏的那个，就刚刚前面那个行如风坐如钟伴我同行，有点像王力宏的那个你上次让我学的那个歌再没边，是不是你让我学的？我准备干嘛来着？搜的，打开了怎么给关了呀？是你让我学的在没边吗？我不知道谁让我学的。能结出无花果，摩擦出花火，蓦然回首来往过客早已锈迹斑驳，而我依然是盖地虎的天王，郑和妖的宝塔，与天斗与地斗，与岁月神偷奋力去争夺。那说明不是你让选。风萧萧兮易水寒，我带着京剧的枪，看边疆无际的荒凉，心中失落的伤。风水轮流转，到头来断了多少念想。生活未免惆怅跌宕，但你不可失去信仰。就像 flow 得流畅独特有样，才越唱越爽。我们有正能量击溃负能量，痛快梦醒。跟着上扫平那些虾兵蟹将，有些许无奈，愿同病快乐的爱，以往昔峥嵘岁月，青涩年华早已不在。我身居燕雀之群，却心怀鸿鹄之志。王力宏，你就只听那个缘分一吊桥。歌词全部发自内心，来源于真实，万千文人雅士看后都会静默，是条汉子。我即将出师，胸怀大志，做好分内的事。谁上岸谁期盼，被谁依仗，我乐意支持。今晚庆功酒，不服强再迈开大步向前迎风走。你我共饮这杯庆功酒。我去看一下饭，忘了。我中午买的包烧米线，中午买的包烧米线。没拿筷子呀，我昨天还拿手抓着吃呀，那是醉了。抓着吃。你的开始可盲人看不到我嬉笑里的诚恳，都怪我孤陋寡闻，错把你的礼貌当作认真。我想我是个哑巴，说不出万分之一句谎话，不怪你隔着时差只把我当作。他这个挺好的，我还怕那个就是我中午买的然后没吃他会不会坨了。然后他是干湿分离放的这个米粉，要怎么去吃这深藏的心事。就是我刚才做了个傻事，我直接把这个放在那个锅上热的，然后它有底下有点化了。擦肩时光都不给的是你，暗恋是一个人的事情，除你之外都知道这个秘密。你明明是从未拥有过的梦境，可我想无数次失去过你，就连愿望也不止一提落在我身影。我尝一下，估计我应该买那个花甲的，会好一点。那个肥牛的，我家狗那个牙真厉害，
他咬那个母骨头，咬一会儿就咬完了，那么大一块骨头棒，棒子，骨头棒子。嗯，这个饼子得泡进去，有点凉了。听不到我玩笑里的虔诚，都怪我固执愚蠢，不肯承认你在心里的恨。我想我是个傻瓜，说不出万分之一句谎话，不怪你隔着时差，只把我当作你的老人家。嗯，辣辣辣，像仿佛常识，又像偶尔偏执，要怎么解释这卑微的样子？常年寄居在我日记的是你，擦肩时余光都不给的是你，暗恋是一个人的事情，除你之外都知道这个秘密。你明明是从未拥有过的梦境，可我想无数次失去过你，就连愿望也不值一提，譬如你目光偶尔落在我身边，我哪有勇气。软了，吃点这些包烧米线，包烧米线，米线。哎，你们能看见？我还说你们看不见。确实很像20块钱，20加饼子。买的没吃，确实有点像那个叫啥来着，自热火锅。欢迎豆包，我下次不买它了，但味道还行。我觉得它可能因为我放了一下午吧，我觉得就是刚刚买回来的时候会好一些。我戴的隐形，我眼睛就得流眼泪，红了，就疼死的。我自己也点了个名，老妈米线，没听过。哎，拳头，你是哪的人了？我改一下直播时间，我以后8点再开播，不7点开，我最好也能吃个饭。因为每次我发现我这个点开播，他们很多都在吃饭。
豆腐挺好吃。苏州的，苏州那个地方可漂亮了，虽然我没见过，但是我看过。哎，我头上是脱妆了还是没化？脑门这怎么没粉呀？真的哎。没涂上粉好像，但是看那个图片视频那边可漂亮了，好像那个唱娃娃脸那个男的叫啥来着，他好像就是苏州的是吧，他还是杭州的呀。你发的娃娃脸那个男的叫什么来着，忘了。蘸点料擦，擦什么？擦什么？太油了，我觉得这个饭，但是不点。他又失焦了，他又失焦了。我是不是一镜头他就不聚焦，我人脸就虚了。明天再上一天班，豆包你就休息了，你就休息一天嘛。欢迎自闭，欢迎阿狗。太油了，你们看我的嘴就能看出来，好油这个。啊，我声音小啊，听不见。你说我离嘴近点，我是怕我吃饭把话筒也一块吃进去。我说你明天休息嘛，不是，我说你明天再上一天你就休息啦。然后我说苏州那个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看过视频和图片。我现在就是剪这个公主切，剪完有点后悔了，不是因为不好看，是因为天太热了，不想留刘海了。整个饭里面豆腐太嫩了，别的挺辣。我吃了，我吃的包烧米线。其实我想逗你一下，算了，还是如实回答你吧。你换一下路线会好一点吗？
虚焦就很烦。哎嘿，你又虚焦来，哎，我人呢？你换路线卡吗？你们都卡吗？是因为码率的原因吗？我把码率调低一点吧，那就看你们会好一点吗？然后我把帧率调高一点，明白？就是你们会暂时看到我有个缓冲，因为我换切换一下那个画质。3400帧率调，是家的吃播项目，这不吃饭的点吗？主要是我吃的太迟了。忍不住啊，这主要是这个汤太多。
卡一下就。不能立起来，角度的原因，难道要让我这么坐着唱吗？这么坐着唱歌不行，我再重弄一下，我有强迫症，不然的话我带它干嘛呢？肯定是因为带它，带能看到它我才带它，你看不到它我带就带了个寂寞。看不见，要么是太看得见，太看得见。等我上一个，哦，好像长了一个头领，长了一个东东出来似的，把这个这样，就这样吧，侧着还好一点。我总觉得这样特别像那个葫芦娃的耳朵，葫芦娃的耳朵。欢迎。宁宁大帅哥，我怕我不用涂口红。我就直接涂个唇膏就行，涂个唇膏就可以。欢迎雨辰，欢迎雨辰。看一下这个，被发现了，嘿嘿嘿嘿，我还记得你，龙蹦龙老，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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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半天加不出来。我主要刚吃完那个辣的，它有点辣，嘴特别红，就不用画口红了。欢迎奥特。老春风，等会儿，卡子掉了，哎，不带了，麻烦死了，就这么正常这样，烦人的很。不带了，就这样，来重唱。欢迎 out， 口红平替不是。
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啥来着，那个是辣米线包烧米线，辣，我现在感觉我上嘴唇子那个唇沿唇边的那个边沿有点辣，上下这儿和这儿了苍风，不知道升的这个调对不对，老春风 No 四眼红 No 春风，随罢出贼走丧送，有点卡了，我发现我一调把那个帧率调高有点卡，雨丁头扫到秋平踪，回头再睡梦谋发丹东，没足阴谋内推色酒片踪，啊，想发碎口香有毛骚碎花，好似后听不懂，啊，谁把酒敬了，问欧桑怎红，后一个怎懂，酒瓶中那后一头酒瓶中，盼走到谁敢逆风，狗贼好难催泪风中，不唱了，刚唱刚吃完饭，这个嗓子糊的，刚吃完不能唱，歇一会儿再唱。我就感觉我那个汤汁老往我嗓子上溢，太难听了，唱的一会儿再唱啊。噔噔噔，就让着，谢谢豆包。不是刚吃完饭，真的是那个嗓子黏连的，这里面好像很多唾液的那个感觉。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听这个最近我很洗脑的一首歌。公主切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我的公主切，你看我一留公主切就感觉我脸又圆了很多，但是我又撩起来，你看放后面就脸就这一个地方就窄下来，但这样就显得我胖一点。欢迎 Apollo，深爱的你有些事情是无法继续，这样看是不是我像短发，像短发你的声音管我没出息，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都结束吧，说心里话，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难过只写在我手机，伤得还需要你忘记，可
快走吧，我晚点就回家。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能不能不能再听一听你的声音，算我没出息。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都结束吧。中分警觉是啥？谢谢啊老街的礼物。什么叫中分警觉啊？中分警觉是什么？是梗还是啥？我晚点就回家。中分警觉是什么？哎，这次弄好，就你不刻意弄它弄好。欢迎破喉。啊哈，记你太美啊。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哎，坤坤知道。你一说警觉，我就想到了我这两天在做题里面的写的那个警示论，就学习学傻了。我说什么警觉？警示中，对，叫警示中那本书，那个编写的那个书，警示中。哎，这找公主车就长长了这。我的嘴好油啊，抹了点那个唇蜜，油的厉害，真的学习学傻了。你看我现在会好一点吗？我再多漱漱口。我刚刚唱歌，好的，唱歌拉丝的那个嗓子，刚吃完饭。不要嫌我恶心啊！不要嫌我恶心。自己的不嫌弃。噔噔噔，我换了一个封面，换了一个封面。噔噔噔噔，换了一个我2019年时候的样子的封面。欢迎阿狗，阿狗你还卡吗？我切了一下那个清晰度那些东西。坐一口，那坐一口的话，你男孩子都不喜欢抹唇膏的，女孩子抹唇膏他都嫌弃呢。是不是每种感情都不如沉溺放肆，侥幸淡如君子。哎呦我这个饭。说来几人能知，原来当初昔年与你在的桃树，叶落早作尘土。心血来时又将陈酒买了几壶，盼你归来后对酌。穿过落叶小筑，看过日升日暮，你说有一日总会名扬天下，实现你
是低头替你剪，水缠着心流速心愿未听清楚，还挂着流速是否应该满足，也为你封好动意，几句书信一两句叮嘱，该清醒只愿只说你我还未知陌路，是时光从来残酷，最害怕就似闲谈时候听见你名字，与其气氛收拾，回过神笑问何方，大侠姓名竟不知，笑容有多讽刺，陈酒独酌，心血纷纷浮上眉目，轻寒依然如故，寒意最终由你扯过衣袖轻抚，笑说血肉似泪珠，曾经相伴相护，说着初心不负，想起某一日陪你策马同游，闹市中漫步，那时正逢扬州三月，桃花铺满路，深情难免恍惚，江湖的尽头是否只剩孤独，都怪我玲珑心思，执念太过一阵妄自负，前方太辽阔，若问此去隐居向何处，把来路当作归途。桃树下那年落雪，为你唱一段乐府，醒了人不如故，至如今茫茫大雪之中等着谁回顾，明知无人回顾，谁能初心不负。我清晰度已经调很低了，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正常，他说他看的卡，他说他看的卡。欢迎老黄，不知道是这个衣服的原因，我感觉我切了一下那个，我感觉我这个地方特别的憋的慌，胸口的地方老憋的慌。掀起你的头盖骨，让我看看你的脸，你的脸儿细又长啊，好像呢。不对，你的眉毛修长，你的眉毛修长啊，好像那天上的弯月亮。你的脸修长那是啥呀？那是镰刀厨子脸是吗？镰刀厨子脸。噔噔噔噔噔，回家了。唉，我这个歌单为什么就这么怪呢？都我就不太好听啊。听个这个，还得我单独去搜啊。听个这个歌。你们看到我封面了吗？我换了一个我2019年拍的那个照片，那会儿还挺就是那种学生妹的那个感觉，纯纯干净的。那个照片是用手机拍的，手机拍的。
哎，他又不聚焦我了，我变成魔幻妖怪了。哎，羊肉串。你兜风晚风左右，叹一声痴情如何，饮不尽空城的泪。你看我那个方便进来的，就是那时候感觉魂魄抽离出来那个。是那会儿就是那会儿刚毕业嘛，肯定可纯的呢。现在也现在我说我纯，你们肯定要说我，因为他们老说我说我之前是白莲花，说我现在老成熟了，现在也纯，只不过是成熟了，不好骗了。你这话把我说住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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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嗯，我独饮晚风左酌，叹一声痴情如何，饮不尽红尘的泪，又怎能你们有啥好听的歌点点呗，我都感觉我作为一个唱见主播，现在都没有人点歌啊，反正我随便放吧，那就没人点的吧。我感觉我播唱歌播的最火热的时候，就是在啥时候播古风的那会儿，就是大家习惯性的会进来就点歌，但是现在就没有人点歌，那个歌板老是空空的。啊，就是你们可以点一点，带动大家，他们也就会也一起点了。嗯，欢迎正根基。杨宗纬的这个歌好听，知道吗？爱过这个歌对我来说记忆也挺犹新的，也是有回忆的歌。欢迎微凉。谢谢微凉的点赞。耳环这个，这另一只哪去了？我怎么就剩一只了？欢迎未来可期。对呀，这个歌我老听啊。其实很简单。
老听啊就有回忆呗。两个人的爱有两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没有瓜，我想你是爱我的，只是单纯这个歌老听，这个歌是有故事的。这里面刚开始开头的时候不是一男一女的吗？你们听中间还有独白呢。欢迎明知神凡的日常。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是选择，但是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不要试图套我。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为什么老不聚焦我呢？我是在想坐后面一点。坐后面一点，但有点黑。我其实是想露全身这样唱歌给大家的，但是我不会弄这个摄像头。答应我，不会弄这个摄像头，怎么能那个啥？难道是我的桌子再往后一点，那也露不出全身呀？那还是遮住了呀？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因为他没聚焦着我，没有聚焦到我，我就想这样。我就不行，我就站着唱歌吧，以后就站起来直播唱歌。歌声但是它很黑，就是得打个光，应该坐后面就好一点，坐后面这样。完了研究一下如何能没有遮挡物的拍到全身，要不然太黑了。欢迎洛神。要不然我下半身白穿了，下半身这个衣服这么好看，白穿了就可惜了，是吧？他又火了，开始。欢迎洛神。佳能这一点真不好，没有索尼的聚焦好，佳能老是不聚焦，就老是那种老是失真的那种，然后聚焦很慢很慢。欢迎洛神，洛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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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欢迎黑车。哎，下资源不匹配。洛神休息了是吧？院门风三楼吹，院门风三楼吹，吹三楼的泪，吹风中把你醉。云堂内呀被醉，藏进楼柱内，梦里归看那呀心灯。山中搜索为东内，帮光听起呀山，刚山中梦往行。这四方何用你跟，生生那你苍蝇，为何有这把生。愿某天风花岁月情根，好看上最当那我老谁太肯，在水根共生云落没在缘分，与吹海没在云分。愿满风藏后吹，吹藏你心里满灯樱花尽开，远远醉三后心情情难醉开，夜半难够他心够孤身。云门风三楼醉醉三
学的，不要嫌弃啊。还有对象看到了点进来的哦，对象看进来了。从搜索为动力帮光发高藏来吹散又在原地高压拼对藏送你刚刚又跑把黑藏远在某头背远某听风发随雨云来好疼你被放过后云云在醉在水缸共三云楼磨在黑灰云在下要散回眉远门风藏后吹吹藏内森内满当又发尽怀远远静藏后心情情难自己夜半堂口他心过孤丧远门风藏后吹吹藏脑地雷吹风藏把你追远当你也会自藏情留住你无理归家那也心等愿当你也被这场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也心等等就我唱的有一点点咬文嚼字 但不会粤语的那个 音标那些东西啊谢谢谢谢空航那我唱个这个吧上一次没唱的正好空航发了一个红包好吧我唱那个这个唱这个笑看风云不要嫌弃啊我粤语本来就不你不会那些什么什么好多音节那种的都自己看的那种像罗马音一样去学的一首笑红尘送给大家们啊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全忘掉叹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爱恨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风最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身骄傲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什么时候跳极乐净土啊我今天收藏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极乐净土然后学一下我有在看我今天看了好几个我觉得那些太难了然后找了一个我一会儿再说啊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全忘掉叹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爱恨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身骄傲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想将快乐寻找谢谢谢谢谢谢熊熊还有谢谢那个空航谢谢洛神谢谢老黄一会儿拿取你张牌子来
子最大。今天哭，明天笑，不就有人能明了一身骄傲。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知晓。我找了一个简单一点的那个极乐净极乐净土，就是它一首笑红尘，就是比较经典的那个动作没有丢，但是其中有一些地方就改了，它是属于就是健身的那个极乐净土。我觉得如果让我专门去跳那个，我可能有点跳不过来，因为好难的那个。我就找了一个简单一点的。谢谢谢谢。这就是爱是吧，张杰的歌。还是唱中国语还好一点，我唱粤语的时候也不难听，但是会觉得断，就好像那个字不连。这就是爱。看我的腿上的肌肉，它又虚焦了。看我腿上的肌肉，它又虚焦了，好像那种马赛克的那个感觉。可能会你掉进了大海，可能有希望。看我今天这个衣服穿的，可能岁月会在侧面走走等待，爱了虚焦了，又看不见了。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又虚焦了，看不出来了。曾经被别人取代，侧面这样的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回不去的阴霾，让我为你。得后面打灯站起来就好看，要不然的话它灯太暗了。我去什么？我去，这个，内衣不舒服啊，看不到，又虚了，又看不到。对呀、啊，这个就是请。不是。是 PDD 买的，那个成人店太贵了， PDD 便宜，才20块钱。我什么小爱听，哦对，他现在有那个什么，主播有个任务，就是打赢一把视频 PK 的话会给10个星光。我现在什么星光都没有，所以进人很少，除非我投稿又像我上一次那个投稿一下又涨了好几千粉的那个，就会有人进来。但我这两天那个投稿的热度已经下去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如果你打赢10把的话只能拿5颗星星，但是你如果打赢1把视频 PK 的话就会给10颗星星。欢迎行雨灯，欢迎上班好累想倒立，要不要来一次啊，这样帮我一下，这样我能那个买个推广，有个曝光，有人进来什么的。就是啊，
我可是我不会跳那个呀，我真的要得学得学多久啊？我每天下午在上课呢，空恒。我现在每天我早上锻炼，我下午在上课，我一直上到6:30，然后我化完妆我又在直播，就是连轴转，每天上好几小时的课，文化课不是声乐课。好，拜拜。你肯定不知道我上研究生了，空航生不知道我上研究生了，我考上研究生了。欢迎浮士德。所以我基本那个什么，我现在下播很早，因为早上要很早起。HF 来一个啊，菜什么菜，我所以我就在，除非我把那个什么那个题复习完了我才能练，就我只能现在练点简单的，整首简单的，就那个健身的那个极乐净土，但如果是那个原版的我可能得费点时间呢，也能跳但费点时间。视频大乱斗OK， 能不能连上？哦，那是古风哎，好乖呀！来，我给你们连了个小姐姐，第一个就连了个小姐姐。哦，空好，我已经换古风了，我那个买了那个钉子，我要钉在这个墙上。我为什么听不见对面小姐姐说话呀？她。你们能听见他说话吗？我怎么一句都听不见？我是要换古风的，我恢复换到那个古风，但是我买的那个钉子没到呢，我那个壁纸得钉上去。哎，我听不见他说话啊！你们能听见他说话吗？听不见，为什么？他们能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小姐姐？什么鬼啊，我去对面听一下有没有事，我怎么听不见他说话，怎么这么尴尬。等一下小姐姐，我去你直播间看一下。是哦，他那边能听见。但是我那边怎么听不见啊？那是我这边的问题是不是？哦，他说把对面麦关了。哦，他是把我麦关了，是吗？我没有关，我这才开这个呀。哎呦，我主要回来第一次连这个视频 PK。好尴尬。还是听不见，我都换了所有的音频了。牛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虚焦了吧又？那个，刚才有一下声音。我去，他对面出那个冰晶城堡了，还是什么东东啊？刚才一下有声音，我这边听不见。我不会以后连麦都没有声音吧？这就有点尴尬。我听话。谢谢空航。
我看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也听不见。他出了个冰晶城堡，就那个一个盒子好像。这好尴尬，听不见声就很尴尬。我先看看我这边调回来了没有，恢复了我的声音了。没有工会，没有工会，应该是，应该是没有工会的那个女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工会。没有工会，应该是。啊，有声音，我恢复了。哎，怎么回事啊？我这边为什么听不见对面的声音了？我再试一个，是我这边问题吗？嗯，这是连了一个王者荣耀，那我这个还看吗？还看吗？这个就是放自己的歌算了。我听不见对面说话，还是听不见。你们刚才说咋样有声音来着？还是听不见。哈，我感觉我以后还是不要连了。我是说想要简单的能这样呢。对面没说话。那也听不见，我去对面看一眼。我说想打一个这种简单的就不用。他那边还放歌着呢呀，我这个麦有问题。嗯，我在他直播间好像能听见我说话，我在我这边听不见，什么都听不见，就是我这边问题吧。我不会设置这个 PK 的那个声儿，好像是不会设置那个声儿。嘻嘻嘻嘻，谢谢老黄。碎碎脑黄黄黄，而且我这有点卡，那我调一下，你们看看有事吗？主要是我自己听不见，我看我先截个图，别这一会儿我恢复不过去了，这个后台的那个音频数据，我拍个照，然后好安回来，我试一下看怎么有声音啊，你们能听见声吗？我现在打入默认了。默认了，有声音吗？对面。然后那这个呢？也没有声儿。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不管用。有声儿了，你们有声儿了，但是我听不见。好像彻底没声儿了。得调回来，我还是得调回来我这个。别的不行啊。不打了不打了，就打普通的就行了，随机开了。好像只能听见自己直播间up的声音。自己能听见自己直播间的声音啊？应该不是吧？那
那不然连视频的时候你怎么说话你聊天呢？女孩对我说哈，要不然太冷场了，弄了半天这个设备不管它了，既然视频 PK 没声音我就不连那个东西，然后用手机的时候可以连，如果用手机直播的时候咱可以连一下，但是有点卡了怎么感觉，调回来还有点卡了呢。现在我这边正常吗？我这边有点卡，好像连麦那个视频卡了。我去调一下。星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选错音频口了，切完之后我就说了，那还是有点卡。开了个视频 PK， 开的我电脑卡死。
看一下。模糊呀。可以。听一下声音。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同。喂，喂，视频 PK 把我电脑开傻了呀。电脑愣了那种，滋哒滋哒滋哒。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包围，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不重。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它变成了眼泪，泪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多，他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他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不重。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
说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多，他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豆包。噔噔噔，我刚才设备出问题了，重启了一下，给了现在还是没解决。刚刚跟人连了个视频 PK， 然后电脑就卡了，卡死了，到现在还在卡。我重启了一下电脑还在卡，我唱歌的时候那个伴奏一直卡卡卡，那对啊，听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觉得我摄像头怎么也这么糊啊，好奇怪呀、今儿个咋了，这是设备不跟过了，这是、你看、浩辰别点歌了，我要下播了，放完这个我就下了，我要休，早点睡觉了。的灯火真的有点模糊呀、摄像头怎么还？我现在直播时间都这么早下，因为我播的早，我七点就开始播了。不能播太晚，我播太晚的话，我白天太累了。噔噔噔，奇怪哈，真的奇怪。为什么都问我急了镜头，都问我急了镜头，怎么突然这么白呀？我看一眼，真的我感觉有点白呀，但进来还好啊。我有空的话就录吉登的镜头，我好像耳朵过敏了，我把耳钉摘了，它不是银的，耳洞过敏了，左边的肿起来了。我有空的话我就弄极乐净土，我有在看，因为我白天在上课，我没有太多时间去弄这些，我白天在上课呢，没有空去干其他的，就是跟考试之外的事情。就是如果我有空的话，我会录一些简单的。噔噔噔噔，我最近都没有办法录新投稿，估计未来的一些日子都这个样子，都这个驴样子。哎，撅个腿，你怎么又开了？我忘了我开的那种自动的那种大乱斗。看一下，我下播了哈，我下播了，然后下次见哈，大家晚安。然后我放一个最后下播语录，广播不是下播语录。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本次直播的终点站下播站，请大家清空背包，点好关注，期待我们的下次相遇，大家晚安哟。